们来了。想不想嗨一下？拜托，卖熊嗨哦！拒绝毒品，向毒品说不，就靠淡定。轻轻敲醒沉睡的心灵，慢慢张开你的眼睛，让我们期待明天会更好。The way she came into the place I knew I'd been in there.There was something different about this girl. The way she moved, her hair, her face, her lines, divinity in motion. The girl was dangerous.烟毒为患实难挡，一旦毒瘾惹上身，家也破，人也亡，子子孙孙都遭殃。有钱人家卖产业，没钱人家卖儿郎。年轻小伙子无啥卖，铤而走险抢银行，劝国人眼睁亮，吸食毒品急剧往下降，新生代国之粮，强害国家幼苗丧天良。大竹本望一望，安公子就在你身旁。你看他胡言乱语像疯子，你看他两眼无神像呆子，你看他全身上下是些黑麻子，
你看他走起路来东倒西歪像沙子，你看他花起钱来大大方方像凯子，你看他毒瘾发作地上滚来滚去像个猴孙子，一会儿笑嘻嘻一会儿哭啼啼神经兮兮没人理，自作自受害自己。大竹本儿快戒吧，吸食毒品真可怕，家破人亡没有人能够来救他，毒品发作更可怕，安非他命千万不要去沾他，思维退神经麻，重则丢小命，轻则残废啦。同学们振奋起，去烟反毒不再吸，为国家为自己为家庭为儿女，去烟反毒救自己，也劝国人永不息呀、永不息。徐余祥、何彦志下台鞠躬。唉，阿里山的火车会清烟，车母车囝小牵连，在边少年嘛真烟，不过即马拖西电。哎呦，神啊，你是咧念什么？敢那无啥好听呢？无啥好听，倒一句拖西电是无？道理歹听，国话甲遐大声是安怎啦？你真足听。咱来讲给大家听，我厝边的在边就着约的拖西电啦。无礼貌，袂使咧讲老大人。啊，是的，是的，莫见怪啦。哼，啊，在边是安怎？你乃讲伊拖西电？唉，我讲。家听，在边细汉家境歹，无钱读册真无彩，学东学西学种菜，生活困苦难排解啊，难排解。哟，变怎排解？心情郁卒无地讲，只好出外去流浪。找无工课，心茫茫，目着毒品上街逛。嗯，有讲得对。在边该少一摆，妈妈去家楼吃无一饭呢。哈，苦怪点难起，可怜啊！目睹那像咧烧新台票，机会败了了。有影得对，目睹的人怕歹身体。拜家会，阁牵连厝里的人歹过日，实在是一件一个忙啦兼辛苦，七月半啊，唔知是我有一好无两好。当然，虾米咧啦？啊，有一好无两好，无半项好啦。烧钱卖讲，拍拍家己的身体是应该，牵连厝里的人，害着别人。辛苦，苦，苦，真苦！毒品，唔通捌啦！
统计，台湾吸食毒品的人口中，吸食海洛因的人口有40万，而吸食安非他命的人口有80万，还有他手上的那根烟也是毒品。你以为你偷偷吸食毒品，我就不知道了吗？吸食毒品的人行为举止会有明显的变化，例如鬼鬼祟祟、精神恍惚、喊熟人回避、发精神疾病。现今青少年最常使用毒品的原因有：一、试验性使用，就是以为自己绝对不会上瘾；二、反抗性使用，叛逆期的青少年越被劝不要吸食，越要吸食；三、利诱性使用，被利诱吸食免费毒品，成瘾后协助贩卖以取得毒品。四、消遣性使用，生活富裕却精神空虚，加上课业压力繁重，好奇心强，很快就会沉迷于毒海。你知道吗？吸毒不仅会危害健康，也会害你加入艾滋的行列哦。但只要你不随便与人发生性行为，最重要的是不吸毒与不共用针头。你就是你，吸毒不仅会危害你的健康，更会导致别人的鄙视与冷漠，费用庞大，导致无法负担，导致去抢劫、犯罪，个人的健康与前途也就毁于一旦。远离毒品的方法有：改变不良嗜好，不要以身试毒，使用正当的方法纾解压力，拥有正确的用药观念，远离是非场所，勇敢说不，千万不要不要不要吸毒哦！园林家商关心您，谢谢大家。
家好，我是徐维轩。嘿，大家好，我是吕佳怡。你吸毒啊？这个重心不稳的，我今儿个可是要约你当个战士呢。哎，您没瞧见我这身紫锥花，我今儿个就是要来当个反毒战士。没错，大家一起来反毒。哎，那咱们先说一说什么是毒品。我认为啊，只要是会让人上瘾并且危害生命安全的都是毒品。请举例。烟毒、酒毒啊，这两个呀很毒。抽烟和喝酒啊都会令人罹患严重的疾病，像是口腔癌、喉癌、肺癌、肝癌转移成各器官的癌症。抽烟啊还会造成男性生育能力下降，女性更年期提早来临而罹患骨质疏松症。糟糕，人类陷入了灭子灭孙的危机了。可不是嘛，抽烟啊还会害别人吸到二手烟，等于是逼人吸毒。酗酒啊则是会造成家庭及社会问题，伤及无辜。这怎么说？像是酒后驾车撞死人。哦，那个富二代叶少。老爷爷。还有啊，酒后乱性闹事。日本人跟妈。小姐小姐。还有啊，酒后情绪变暴躁，甚至以暴力攻击家人啊。这还算是人吗？这。而且大量的酗酒还会造成血糖急速下降，呼吸停止，瞬间死亡。就是快到自己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你不知道的可多着呢。咱们平常所称的毒品其实就是所谓的药毒，这你可晓得？用药成瘾，药可救人也可害人。联合国麻醉药品委员会将这些毒品分为六大类。哎，洗耳恭听。总括来说，这六大类的毒品有鸦片、白板、海洛因、红中青发、骨科碱、罂粟病毒、摇头丸、吗啡、安眠镇静剂、大麻、快克素、四康、安非他命，要你命！吓死人了，这么多！还有很多呢，日新月异，足反不及被宰。方才说的，有些是医疗麻醉用药，有些则是用来治疗精神疾病的，都属于管制用药。难怪呀，这统称药毒。哎，那染上了毒品会有哪些症状？会兴奋发抖、幻觉幻听，还会被害妄想、急性中毒、自杀倾向，还会导致精神分裂症、行为无法控制，然后会抑制呼吸、中枢神经、休克、昏迷致死。太可怕了，这会儿咱们不只要反毒还要防毒才行啊。哎，说到这个要防毒啊，咱们要先建立正确的人生观，培养正当的兴趣，还要适当的舒压。快舒压一下啊。是。舒服，除了按摩之外啊还可以运动、旅游，还可以歌唱、阅读、宗教信仰，这些啊都是不错的舒压方法。哎，那如果染上了毒品，这下该怎么办？勇敢跟父母说要请求治疗。勇敢跟父母说要请求治疗，要有坚定戒毒的决心，远离吸毒坏朋友，还要断绝和毒品供应者一切的往来，这样人生才有希望。哎，不难，挺简单的。所以咯，你身边呐，如果有抽烟酗酒或是吸食毒品无法自拔的朋友，一定要规劝他、鼓励他、说服他、打醒他。喂，不可以使用暴力。是陪伴他去医院。对，现在各大医院呐、都设有戒毒的门诊，可以协助戒断各种毒瘾。毒品、烟酒就是害人痛苦，活不久。为你反毒 style。许维轩、吕佳怡，邀你一同来反毒。我是熊猫转世的警察，我叫团团。为什么我叫团团呢？因为警察总是说你们被团团包围啦，哈哈哈哈。不过这都不是重点，重点是毒品，别想离开我的视线啊。有个好东西你要不要看？哎，什么东东，拿来我
玩玩。大麻、鸦片、瓜、摇头丸、K 他命，还有海洛因砖。喂，你不知道毒品这个东西可是很危险的吗？哪会啊，这可是读书圣品呢。哇嘞，这大胆的吸毒犯，毒品可是一碰就完蛋，被警察抓走还得吃牢饭。你这个无知的大笨蛋，当年我混得可真凄惨，但握有毒品之后人生大转弯，有钱有势还有人使唤，别人都说我有够赞。哎，你这家伙要我怎么办？那些话根本不能算，看你脸颊凹陷啊，真难看，手脚哦，成一个长满斑，白叽叽的，有谁会喜欢？说起来，我最近神志不清，很混乱，三不五时手脚又痉挛，共用针头，啊，艾滋也来找麻烦，但是我已上瘾，回头难。别怕，戒毒就好像愚公在一扇，只要努力、坚定又勇敢。哪怕毒瘾戒不完，早知如此，当初不该那么贪。看到毒品，竟觉得新鲜又好玩。唠到今日，哎，可真难堪。哎，看到如此，我也觉得很万叹。反毒这个信念绝对不能散，拒绝毒品，人人才心安。你我都要为家园和自己战。哎。这个我不要，给你，给你。这是我不敢拿了，别！给你，哦，你、哦，我没有，我没有。你，我没有，我没有。你们没有什么啊？我没有毒品，没有毒品。毒品？难道你不知道那东西会害死人吗？啊？这关我们什么事？对啊，我们是活人，又不是死人。不是这样的。哎，等一下，你这家伙。你到底是谁啊？竟敢管我们这么多！我是警察，难道你们看不出来吗？哪有这么年轻的警察？你应该是骗人的吧？对啊，警察这么年轻，怎么可能？难道你没有听说过条子贝贝吗？阿贝哦，贝贝，对吼，我不该当警察的，不是啦，那个毒品。我这真的没有拿啦，刚刚都是他拿给我的，我没有碰，我没有吸，没有吸。不管有没有吸食毒品，只要持有毒品都是犯法的行为，你不要幸灾乐祸了。你贩卖毒品罪加一等啊！你们被逮捕啦，跟我回警局去。啊！我们再也不敢碰毒品啦。让我们一起拒绝毒品，抑制毒瘾，耶！可否感受健康的悲鸣？你能否体会家人的用心？别让他们再为你哭泣。那些虚伪快感都会失去，醒来你会觉得更加的空虚。那些朦胧幻觉都很恍惚，每个人都披着面纱，戴着面具。别忘了自己是谁，别只想用毒品麻醉。感动的片刻充满着花花世界，相信你能懂，你会懂，哦，你该懂。转个弯就会有专属于你的彩虹，你知道该怎么做，别管眼无力的恶魔。就能了解自我，肯定自我，超越自我。你握紧的不该是那些可悲的枕头，放开它，我们还有个
更重要的梦，别忘了自己是谁，别只想用毒品麻醉，感动的片刻充满着花花世界，相信你能懂，你会懂，我你该懂，转个弯就会有专属与你的彩虹，你知道该怎么做，别管眼无力的恶魔，就能了解自我，肯定自我，超越自我，你握紧的不该是那些可悲的枕头，放开它，我们还有更重要的梦。嘿，你怎么说？战毒日记，谢谢。学姐买的珍珠粉啦，那我要，我不行啦，这也算是用我的钱买的吧，我是学校服务啊，不行，啊，不过我们其实是独立的，赚钱，我再次朋友。哎，学长，哎呀，妈妈后面请，妈妈后面请。
气泡吧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加了酒喝色的，你满意的在。来，我去给你看。就送的，来。臭啥啦？你现在到底是在做什么？你们再继续抽烟吸毒的话，我就要离开这里了。救命！救命！救命！拜托，谁来救救我？已经来不及了，谁也救不了你，一切都是你自找的啦。如果那时候我可以拒绝，那就好了。哎，你要不要试试看这个啊？保证精神超好超嗨哦！别担心啦，不会怎样的啦。嗯，好吧，没有他很烦很闷很孤独，拥有他很快乐很不满足，久了又那样越来越大越来越大，直到我付出代价的那天。如果那时候我勇敢地说不，一切就不会发生了。
跳跳，转移目标，标是什么也不乖乖的变大炮，爱情绑票票，尖叫尖叫是什么也不乖乖的，想一跳两跳都因我跌倒，小心我会跑，谁不知道越容易得到越容易无聊，我只好忘掉忘掉性感的微笑，别鬼迷心窍，就让你好好好好好好好，不要不要哭个傻狗，不要不要乱七八糟，你得不到也别困扰，乖乖很好，说好不好，我说不要不是不要，又是不巧又是颠倒，我是主持人 LBJ 刘宝坚，马上欢迎我们特别来宾，第一位是我们左边角落的彭华干。不管你苦干实干，就是比不过我的才干，我是彭华干。大家好，大家好。好，马上欢迎第二位是我们右边角落的马西平。我就是从球评、天评、宝特评到先生今晚开几评都由我来评的马西平，宝杰。是的，马上来看我们今天关键战图的关键照片。这张就是我们魔界中里的咕噜，他非常想要得到他的 precious 至尊魔戒，所以他用非常充满欢心的眼神看着所有人。西皮兄，你对这张照片有什么看法？谢宝杰，宝杰，我告诉你，这张照片隐含着我们从照片上才看得出来的消息啊，不然是要从哪里看出来啊？宝杰，我告诉你，这张魔戒中的咕噜，你看他头发稀疏，双眼突出，消瘦如骨的样子，正是因为他碰到犹如毒品般的魔戒害的。太可怕了！那他为什么还这么想得到魔戒？因为他已经无法自拔了，宝杰。他因为受到魔戒的影响，除了会变成这个样子，还会有双重人格跟暴躁的脾气出现，这样他为了得到魔戒，什么事都干得出来。这跟吸了毒的毒贩有毒瘾是一模一样的。没有错，新民兄讲的非常有道理。来，导播请带特写，咕噜他这个动作不只是吸食毒品的准备动作之外，其实他还使用了一种武功，宝杰。什么武功？赶快说。这就是江湖上人人都有听过却没有人看过的吸星大法。你们知道吸星大法有多可怕吗？这么可怕啊。想要练成吸星大法，这个人就必须散去其全身内力，就像咕噜一样，三嘎只剩下6公斤，然后要一直吸收一直吸收一直吸收，而这吸收还有反噬的作用，首先会开始产生幻觉，然后似笑非笑，要笑不笑，现在不准笑，然后就会开始全身瘫痪，经脉逆流，最后七孔流血而死。这邪门的武功就是咕噜练的。太可怕了，那万一我们俩上这武功该怎么办？抱歉，不要怕，我有一个具有神秘色彩又鲜为人知的抵抗方式，它有一个既复杂又难记的名字，叫做挤眉弄眼。
太难记了，记面貌还要弄眼睛的。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工作人员会帮我准备两张椅子，还有两块鲜贝。真的有哎、欸，花冠兄，你太会猜了，哎呀！哎，真的真的，我跟西平兄做个示范，请坐，西平兄。谢谢干兄。这抵抗方式很简单，首先打开你的鲜贝，打开你的鲜贝。是。哎，等我一下，好，打开你的鲜贝，然后头往上仰。宝杰，你帮我们把饼干放在额头上，放额头上。然后从头到尾只能挤弄你的眉毛，挑弄你的眼睛，然后最先吃到饼干的人就获得胜利。了解吗？是的，来，听我口令了，预备，开始。是的，竞争非常激烈。哎呀，你这样怎么抵抗毒啊？哦，终于啊，我们花冠兄获得最后的胜利。没有，不，我有五样，一心二法，有一支鲜贝，鲜贝，鲜贝，就不用去吸食毒品了。宝杰，哎呀，就，哎呀，就。哎，高兄，谢谢花干兄精辟的解说，精彩的示范啊！这样子各位以后遇到毒品中了吸心大法，就懂得用挤眉弄眼来对抗了，也不会变得像我们魔界中的咕噜一样。关键战组，我们下次见。抱歉，你有没有听过上帝的立足？上帝的立足什么舞啊？像这样，你吸毒啊？哎呀，兄，你吸毒！嘿，等一下，麦克风，嘿嘿嘿，我是猪头，嘿嘿，我很爱吃毒，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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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嘿。反制毒品，人人有责。干东西！大家好，我是妥中康。战毒每分钟。你要你先要先听人家尖叫声完吗？干东西，你第一次上台吗？战毒每分钟，快乐向前冲。大家好，我是妥中康，我来自国王帮，我就是硬邦邦。如果想要健康，那就不要紧张，勇敢坚决向毒品说不。反制毒品。等一下，远离毒品，人人有责。啊，大家好，我是陈雷。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气象专家任立瑜。我们是鱼雷二人，为各位带来我们最新练会的骑马反毒舞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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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吸毒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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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来战毒。哦，不要吸毒，毒毒毒毒，毒品干拉赛。哦，远离毒品，毒毒毒毒毒。健康时代哦。好，远离毒品，人人有责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催泪科王杨聪慧。好久没看到大家了，今天来到战毒季，好开心。所以我要跟我的搭档萧敬腾为各位带来这首《毒不了你》。老师，音乐。等一下，老师你还没好吗？老师，老师乌克丽丽坏掉没有关系。好，有声音吗？你就给我个 tempo 就好，老师。好，谢谢。来，毒。平息了，你就溃了。当初离开，勇敢说。
吸食毒品，终身穷困了他。哦，萧敬腾，回忆过去，健全的人生回不了。请你相信，相信我。
请相信我，我们一起迈开步往前走，这一路上少不了你陪我。谢往左踏漂移，往
学，阿妈转身行落去，大家一起跳跳跳跳跳跳，大家一起跳跳跳跳跳跳跳，跟我一起跳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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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跳，准备起！模仿 Gangnam Style， Gangnam Style， 模仿 Gangnam Style， Gangnam Style， 模仿 Gangnam Style， Gangnam Style， 模仿 Gangnam Style。我们一出生的时候都是自由的，自由的身体，自由的灵魂。人之所以为人，也在于自由。面对毒品的试探，你当然可以自由选择，但当你选择毒品，它会夺走你的自由意志，夺去选择权，也夺走了你身为一个人的基本特质。这并不是谁的错，只是你用了自由，选择了一条死路，选择了没有自由。记得自己还是个人，拒绝毒品，选择真正的自由。小医师，大家好，我是药物成瘾者，都是吃毒品的人啦。来，同学们，今天要上课的内容就是，你们知道使用毒品的人会有哪些行为吗？医生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选我，选我。哇哦，同学，你真踊跃呢，很好。来，首先使用毒品的人情绪上会有爱讲话，讲不停。医生，医生，我好爱讲话，停不下来呢。哦，麦都差，真好。会躁动不安、沮丧，为什么我拢无到 happy 呢？会好变，我讲的拢是对的啦。在身体上也会产生食欲不振，我都是用毒品来维持我苗条的身材的哦。哦，千万不可以用毒品来减肥或提神哟。会目光呆滞，咦？你在看我吗？可以再靠近一点哦。你哦，人呆看面就知啦。会走路不稳。哎呦呀，少年呢，你来这里无动头嘞。感官上会出现视觉的幻想。快点跪，快点跪了。听觉的幻想，
手里面有一只虫，赶快把它抓出来，拜托拜托。会没有方向感，咦，这是左边还是右边呢？傻傻分不清呢。如果您身边的朋友或是亲人有出现以上的症状，请卡空吧空空七七空八八五零八零零七七零八八五，请请您帮帮我，您说是不是很好记呢？戒断后会产生的症状有，哎，我知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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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选我，选我，哎，你马上进丁嘞。吸毒者戒断后会产生的症状有，哎哈嘿，变青光，老白油，起鸡毛皮，品嘴讲讲老，爱生气。失眠困不起，三不五时啊，搁会屁屁臭。画给大家看，谢谢。烦。我叫八三，我是雅璇，我们不吸毒，谢谢。